그게 몰라 또 정확하게 했는지. 저기요? 계속 그 얘기하셨대. 어? 처음 남자친구 만 이제 그 남편분 처음 만났을 때 얘기 지금. 결혼했어요? 진짜요? 몇 살인데? 네. 然后说，方一直刚刚一直在说，第一次见到男朋友结婚的事情，你最好就공개가안돼이렇게공개하공개하지않고。我是92年的。92。어？92。哇，저오늘나이가사아알92년동갑이네아맞그때얘기했잖아요원숭이我上次说过是属。然后灿灿说刚刚番언제结婚是在说，결혼한지30년됐어啊，番茄结婚了，之前和灿灿说过，有男朋友，然后结婚已经有30年了。정말진짜啊啊是。얼마언제결혼했어요？네언제결혼했어요？뭐카페여기어채팅하고계신거你们在干什么？这是미팅아결혼했구나아니모를 수있지얘기를안해줬는데내가그걸다알아야돼아니내가얘기해서너무하다는거야공개안했는데결혼하신거아그래서뭐라는거지결혼당당한거예요结婚是堂堂축하해주려고나는我想祝贺你파일럿파일럿신예파일럿 아하 完了我也不知道，居然结婚了。말씀하세요말씀아你说吧，你说吧。우리거통역하지마요不要翻译我的话。여기좀你결혼结婚已经三十啊，番茄姐姐看起来像不像是结婚的样子。맨날남편분이랑집에서놀아서맞아요나못뛰어经常和老公一起在下午装盘。맞아요한국분이에요한국에살아요是在中国生活吗？是。너그때본적있어？你之前看过。그때같이피마셨어